Hello，大家好！今天刮这一张超级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它有头奖是200万元哦，有超过23万个1000元还以上的奖项，然后它有这么多种的游戏方式啊，应该有五种，对，有游戏五，有五种游戏方式啊，这次挑选的尾数是59号。好，先来看游戏一好了，由一开始玩好了，任何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即可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额，如果刮出一个乘以二的符号，得该对应的那个符号对应的奖额就是两倍奖金啊。好，游戏一，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吧。来来来，这个是条吗？应该会有一个，这里什么号码？幸运号码是19号，跟几号？19跟06，好，19跟06有没有机会啊？19跟06，来来来来来，19跟06，24没有，16也没有，09也没有，12也没有，哇，目前为止战绩是零啊，有没有19跟06啊？19、06有没有？10号也没有。13没有。没有。10号也没有。哇！第一局阵亡了，第一局没中啊。看起来应该是没错。第一局的超级777。第一局没中啊。19跟06这边都没有，19、06都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先来看游戏二，刮出三个相同的金额即可得该奖额，或刮出两个相同的，然后有个乘二的该奖额加一倍。好，希望游戏二可以中奖啊！游戏二，三个相同金额700，再一个700没有，哇，个十百。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200万，不然来个200万好不好？700，哦，两个700了，不然就来一个，再一个700，不然就是来个乘以二好不好？哇，两个200万了，哎，来个乘以二好不好？再一个200万，再一个200万，200万、200万、200万，哎呀，啊，700也好，200万了，200万有没有？啊，7万，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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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，有没有？200万没有，没有啊，哇，没有啊，啊，两个700，算了，不用看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来看游戏三，这边下面这里，他只要刮到三个七就可以得700元，来来来来，三个七，三个七，三个七啊，777 lucky seven， 哇，怎么第一个就刮到五跟八？啊，至少也这一个七而已啦，啊，好，700元也没了，700元也没了啦，好，还有两个游戏在这边，先来看这个好了，游戏四，刮出一个金额即可得该奖额，来来来来，200万零啊，零啊，搞什么？再来。剩最后一个机会了，游戏五，刮出一个金额即可得该奖额。游戏五，来来，200万，啊，零啊，啊，刮完刮干净一点，200块钱买了一张废纸啊，也不能这样说啦，买了一个快乐啦，做了一个公益啦，对不对？要这样想才会快乐。好，最后的总结一下。这一张尾数59的超级777，宣告杠估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